记者洪文综合报道。电影系学生经常拿来观摩参考使用的 IMDB TOP 250排行榜，如今复仇者联盟4、终局之战、阿旺杰斯、欢德加姆在美国上映才第二天，分数高居 9.2 分，名列第二名，不仅超越黑暗骑士，挤下常年盘踞排行榜亚军 N 年的教父，现在更紧追刺激1995冠军宝座。更多复仇者联盟相关新闻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在 IMDB 评价 9.2 分，图翻摄自 IMDB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第一天便冲入 IMDB TOP 250，以 8.9 分冲上第五名，现在第二天分数更高，以 9.2 分挤下教父、黑暗骑士冲上亚军。虽然说商业票房大片冲上 TOP 250很常见，也时常伴随着上映日子依旧负评陆续出现而名次下滑，但是像这样爆冲至第二名的结果并不常见。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冲上 IMDB 第二名，图翻摄自 IMDB。 事实上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以来打破多项票房纪录，上映首日便在海外地区赚了 1.69 亿美金，成为全球影史开片首日票房冠军。美国地区提前一天晚上上映，票房收入达6000万美金，超越斯塔沃斯、原力觉醒5700万美金纪录，不与其首周末开出3亿美金票房佳绩，有望超越复仇者联盟3、无限之战首周末票房2.57亿纪录，成为美国影史首周票房冠军。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